哥，这样子耍你，好险你是那个时候自杀，这个时候自杀就不好玩了。啊？玻璃心啊！你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吗你？你浪费社会资源啊！你搞什么？你玻璃心成这样？你看吧，你看吧。那吃吃粽子没关系吧？当年是那些乡民啊，为了怕那个雨下吃俺的尸体，所以丢些粽子给他们吃，他就不会吃俺了。爷爷你错了，也不行，污染河川嘛！乱倒东西，搞什么？死